都放到那水。 想不明白，什么事情？你说表弟他们怎么这么喜欢去洗脚和按摩？<笑>你傻呀！现在女人和以前女人不一样了。嗯，哪里不一样？自己花十几万娶的老婆，她不一定帮你洗脚，但是别人花几十万娶的老婆，她愿意帮你洗脚，而且又温柔，服务还好。哎呦我的妈！原来是这样。<笑>